好，大家好，欢迎嚟到咧，我哋逢星期六晚9点钟嘅 Zoom 成功经营 Live 嘅业务喎、哦，咁有我 Susanna 同大家去做分享嘅。咁咧今日咧，我嘅主要嘅内容咧，就系、是、想同大家讲咧 Live 嗰个奖金制度嘅、哦。咁我想咧，喺开始之前啦，都了解一下系咪咧好多朋友都系啱啱新加入噶，系嘛？咁如果係新加入嘅咧，麻煩你喺個聊天室度打個一字俾我睇下。第一次聽 Liveway 嘅獎金制度嘅，有冇啊？有冇咁嘅朋友喺當中？係，多謝你嘅回應啊！咁咧啊，好啦，咁我咧喺啊聽得清楚啊，嗬，把聲清楚啊，係咪 ？OK， 咁咧我咧就而家咧就會開始咧啊講解 Liveway 成個業務啦，同埋成個制度究竟係點喎？咁咧我都有請大家啦，如果你哋當中有啲咩問題咧，我好想同大家係有個互動嘅，咁麻煩大家就喺聊天室度打你哋嘅內容啦，或者問題啦。如果唔方便，你可以打私信嘅，咁就淨係得我睇到嘅啫。咁我就可以喺嗰個平台度去答翻大家。咁我想透過呢一個互動咧，去幫助大家更加了解成個 Liveway 嘅獎金制度。因為咧，我點解舉辦呢啲 Zoom 咧？其實係幫大家去經營業務，了解點樣樣去做得好，同埋同時間。讓到大家更加每一次入嚟 Zoom 嘅時候，唔係淨係聽我講，我好想有個交流喺嘅當中，咁讓到咧你哋真係學到嘢，你哋真係明白嘅時候咧，成個結果就會係好不一樣啦。咁咧，如果你哋有下線嘅團隊，佢哋都係啱啱新加入，你就咁直接 send 呢一個連結俾佢，就將個 Zoom room 俾佢哋，咁咧就可以佢每個星期六9点钟都入嚟自己了解。咁我每次都會有少少內容嘅唔同啦，咁亦都會係有唔同嘅部分去幫助大家更加了解成個 Liveway 嘅制度。咁我今日咧就好想同大家分享咧。Liveway 成個獎金架構嘅模式，同埋你將會喺 Liveway 會有啲乜嘢嘅收穫，咁我亦都可以喺個過程入邊分享下我自己嘅得著俾大家。好，首先咧，我好簡單咁樣講解一下啦。Liveway 係一間20年嘅公司噶啦，已經係2002年成立。創辦至今，我哋嘅創辦人亦都係我哋嘅發明家，亦都係公司嘅投資者。咁咧，佢亦都係執行長喎。咁佢就係 David Smith 啦。咁究竟 David 點解咁把炮，可以發明到 Liveway 呢一個產品，聲稱自己能夠咧係可以咧增加激活身體嘅幹細胞咧？咁究竟佢係一個乜嘢人呢？其實 David 係一個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軍事用品發明家，他專門發明能源那個部分的研究，例如一個飛機、一個大炮、一個導彈，它那個能源究竟可以用多久飛多遠呢？這個範疇就是 David 的強項。而 David 也發明了隱形潛艇，就是這一架隱形潛艇，細細架，但是它可以在海底完全好似失蹤咁樣，冇人偵測到佢咧，亦都喺佢喐動嘅時候係唔會有任何水泡出嚟嘅。咁所以咧，佢就可以潛藏喺敵軍嘅海底咧去收集情報啦。咁所以點解話啊？點解美國有咁多潛艇咧？咁其中一個發明咧就係 David 做噶啦。咁咧，而 David 點解會開始發明 Liveway 咧？就係因為海軍陸戰隊佢哋嘅戰鬥力同埋佢哋嘅體力。長期會依靠一啲嘅藥物或者興奮劑注射腎上腺素，甚至乎係每一日飲好多咖啡去維持呢個精神。但係當一段時間呢啲軍人長期去用一啲唔係天然嘅物品嘅時候，佢哋嘅身體會出現一啲反應，包括咗佢哋長期依賴藥物去提神嘅話，佢哋會有耐藥性啦，即係越食越犀利。另外，他們也都會有一些後遺症，包括了有抑鬱情緒的問題，長期用一些興奮劑，他們當不用的時候就會有 depressed 情況出現。美國的國防發現在醫療上的負擔是非常之犀利，尤其是退伍軍人那個部分。所以呢，美軍的執行長他們就很想很想
請教 David，你喺能源方面發展得咁好，可唔可以發展一個產品，係讓到我哋嘅軍人係天然地可以啟動身體嘅能量，而唔需要依靠藥物。Lightway 嘅成立就係咁樣樣嘅開始啦。所以 Lightway 其實咧係唯一一間美國嘅直銷公司，佢都係直銷嘅一部分。雖然佢係做網上零售，其實佢就即係淘寶自己淘嘢，不過佢淨係淘 Lightway 嘅產品嘅啫。咁而咧，佢係一個網上銷售，佢都歸類為直銷嘅一部分。佢係唯一一個美國嘅直銷公司獲得國家貢獻獎同埋軍事技術獎嘅公司嚟嘅喎，所以佢攞咗好多唔同嘅獎。咁好啦，佢嘅產品犀利，但係點解我要做 Lightway？點解你哋今日要入嚟用嘅時間嚟聽我講 Lightway 呢個業務？點解咧？究竟點解要做咧？究竟有咩好做咧？好啦，咁我想咧講解啦。點解揀 Lightway？因為簡單，我哋銷售嘅產品係得鐵片。同埋香薰嘅啫，而家多咗吓。咁个贴片嘅产品只系黐喺身体，唔使打针，唔使食药，只系配合饮水，冇嘢要改变，净系黐喺身体，饮多啲水啫。简唔简单？好简单。而佢嘅制度同样地好简单，直接我哋能够收到嘅奖金系直接落我哋嘅户口度，而我哋系每星期出粮，而呢个嘅户口系公司俾你嘅一个美国银行系统，你可以将呢个钱转去任何国家嘅你名下嘅户口，咁亦都你可以开一啲转账户口，好似我啦，我开一啲嘅网上 Y 嗰啲转账户口，可以美金转澳币、转港币、转咩币，嗰个收费系基本上同银行嘅汇率系一样嘅，咁而呢个直接就系。公司同你係一個直接嘅關係，公司直接發錢俾你，你會每星期收到錢。好，大氣，公司其實係好大方，佢俾我哋嘅分帳咧其實係好高。今日我就要同你去講解呢幾個部分，讓你深入去明白 Lightway 成個制度點解我會揀 Lightway。咁而我本身亦都唔系做开直销传销，我系冇做过呢啲生意，只不过我其实有用过呢啲直销模式嘅生意啦。但我一向好唔中意加入要 sell 人嘅行业，但系我喺 Lightway 度，我发现唔使 sell，因为只要佢有嗰个需要，你配合到佢嘅需要，然后俾啱嘅产品俾佢咧。你好快會見到效果。當我只係好深入去了解呢個產品之後咧，好，然後我最初係因為幫助其他朋友處理佢哋身體嘅病患，一個一個購買嘅時候，我發現我嘅獎金越嚟累積得越多，而我啲朋友再介紹俾佢哋身邊嘅朋友，就係咁簡單，我個團隊就建立咗啦。2年。前我加入 Lightway，而家我嘅下线人数系有11,000人，咁所以咧，正系呢一个嘅团队嘅阵容，11,000人，有10,000个以上我系唔识嘅，我真正识嘅咧就我自己介绍嗰几百个，再加可能佢哋嘅朋友部分嘅啫，但系有10,000几个人我其实系唔识，但系佢哋已经系带紧佢哋一直运作嘅时候。我每个星期都从佢哋一啲唔识嘅人身上收紧奖金，因为我哋会有一个网络嘅制度，唔系净系你一个人去运作，而系我哋系成条 team 一齐去运作。所以今日大家好需要专注去了解，究竟 Lightway 有一个乜嘢嘅制度，让到我可以坐喺屋企揸住部手机就可以一个月搵十几二十万港币一个月。吓，呢个系基本嚟嘅。咁如果有 promotion 嘅时候咧，我呢个奖金系更加多嘅。咁而我运作咗2年，我可以好肯定同大家讲，呢个制度呢个 system 系 work。我最初系完全唔同人哋讲钱，因为我觉得，咦，同人哋讲钱好似或者教人哋讲制度好似好 sell 喎，好 hard sell，哎，我唔中意。但系我谂深一层，如果我所有嘅朋友，都能夠幫助到佢哋改善健康，同時讓佢哋認識 Lightway 嘅制度，而佢哋大家都賺到錢，
同我一样可以系坐喺屋企揸住个电脑揸住个手机凑下女煮下饭都可以赚到钱，好唔好啊？其实系更加好，所以我就而家我抱住呢个目标同埋方向，我制作好多唔同嘅内容，好希望逢星期六9点钟大家都入嚟了解多少少，每个星期花1个钟头，我你可能有不一样嘅结果，而我亦都希望你成功，因为我而家觉得系好开心嘅，我可以过自己中意嘅生活，我想点都得，系咪 ？OK， 好，我哋认识 Live 嘅制度 ，Live 嘅制度其实系非常之好，亦都系一个我觉得非常之公平嘅一个制度嚟嘅。你喺呢个制度入边，你会帮到好多人，包括你如果懂得赚钱嘅，你教埋你嘅朋友去赚钱，佢唔单止健康改善，身体改善，荷包都改善，你觉得佢会唔会多谢你呢？一定会多谢你啦。咁我哋享受嘅福气呢，系唔单止淨係健康咁简单啦，系一个无忧嘅生活方式啦。咁所以呢，今日我哋先嚟了解 Live 嘅7种会员制度。好，我哋呢会有7级会员，第一个所有加入嘅人都系分销商，无论你系买一个铜定系买一个钻石，你都系一般会员嚟嘅啫。咁而呢，下一级就系经理级。而家我就要教你哋位位点样成为经理，因为成为经理，你每个星期嘅对碰奖金最高已经能够攞到$1,500，一个星期1,500，4个星期就系6,000蚊，6,000蚊美金乘6,000蚊系美金吓，乘翻7,86,48有40,000几蚊港币，应该都唔错啦，净系对碰奖金。OK， 我每个星期嘅对碰奖金一定系唔止1,500蚊嘅。咁好啦，经理最多攞1,500蚊，下一个职级就系董事，董事最多攞2,500蚊对碰奖金。咁而资深董事咧，再下一级就系攞3,500蚊对碰奖金，去到执行董事7,500蚊对碰奖金，总裁12,500蚊对碰奖金。咁而资深总裁系最高攞到25,000蚊嘅对碰奖金，讲紧嘅全部都系美金。咁而我哋呢个7级，大家唔使谂后边嗰啲。淨係專注保持自己做咗經理級先 ，OK？ 好啦，我哋有兩類嘅客户嘅分別，第一類就叫做零售客户，同優選客户都係零售客户。咁呢一類嘅客户咧，佢哋係開嗰個户口咧，唔使填好多資料嘅啫，淨係好似上網買貨，俾名、俾電話、俾地址、俾個電郵就搞掂啦。咁買乜嘢，咁就直接送去佢屋企。咁好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叫做基本嘅零售户口啦。咁而佢哋第一次喺呢個户口度購買產品嘅時候咧，係有90日嘅退款保障嘅。而呢兩個户口係唔會有獎金，唔係做生意嘅，真係買貨自己用嘅啫。好，另外我哋仲有一類嘅户口叫做經銷商會員户口。經銷商會員户口即係你加入，成為 Liveway 嘅 partner， 即是幫他做分銷商。咁呢個 partner 嘅户口咧，係冇需要你有重購嘅要求嘅。Liveway 好自由，你係冇任何重購嘅壓力同埋要求。你加入買一包都好，跟住之後唔再買都冇問題㗎。嚇，冇人會逼到你，亦都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㗎。嚇，咁而呢個經銷商會員户口同樣都係第一次落單。就是30日的退款保障，但我哋公司的制度是你任何时候买了产品，你任何时候要退款都可以的，只要你在购买了之后30日内提出就得噶啦，可以不需要任何原因的。咁所以变咗咧，呢个是一个可以无本而你试做的生意。你如果唔得30日，你咪 cut 咗你个户口，退翻你个钱咯，系绝对可以的。OK， 好，希望大家明白呢一点，冇有压力，亦都冇冇需要去担心先。OK， 好啦，而咧只有咧呢一个嘅分销商会员户口系可以赚取奖金嘅啫。OK， 好，我哋有4种嘅收入方法，第一种零售收入就系头先我哋买头先嗰两个会员啦，第二种叫做推荐奖金就系我哋加入分销商。
成為我哋公司嘅 brand partner， 嗰個就有一個推薦獎金啦。第三個就係循環嘅對碰獎金，呢、這個 binary cycle bonus 啦。另外第四就係組織領導獎金，就係、是、你自己嘅團隊直接嘅頭三代嘅領導獎金啦。好，我哋逐樣去講，但係最重要係專注建立兩個團隊。我哋最重要嘅收入唔係第一個，唔係第二個，係第三同第四個。聽得明白嘅，唔係第一個，唔係第二個。我哋最重要喺 Live 嘅收入係第三同第四個，明白嘛？我今時今日一個人都唔入，我淨係第三、第四，每個星期都攞緊幾千蚊美金。OK， 咁你諗下，第一、第二個唔重要，咁點解第一、第二唔重要？今日我就同大家揭曉呢個秘密啦。OK， 好，首先。我哋专注去建立两个团队，两个团队即是你的左脚同埋右脚。我哋一个一条腿叫做 power leg， 一条腿咧就叫 profit leg。咩叫做 power leg 咧？就是你上线开，你喺佢嘅左边，你嘅左边就是 power leg。你上线开，你喺佢嘅右边，你右边就是 power leg 啦。好，呢度明唔明白先？乜嘢叫做 profit leg 咧 ？profit leg 即是呢条线是由你完全自己建立的。而 power leg 呢，就因为如果你的上线的它是有运作这个业务，它都需要去保持它左右脚去运作。所以呢，你那只 power leg 呢会不断有新朋友加入。那些新朋友可能你是完全不识他的，但是你会见到在你的组织树状图里面有一些人加入着，你有些分数累积着。那这些就是什么呢？这些分数，这些人就是帮助你制造对碰奖金。那个循环对碰奖金就是在这里。所以你第一件事先明白这个组织左右脚怎样建立。因为这个是可以你慢慢去帮助你每一个下线都明白的时候，你的团队就会越来越大，而你想坐在这里摁摁脚都收到钱呢，一定要学习对碰奖金怎样拿。OK， 好，很多公司呢，他们呢去、直接的介绍的团队，他可能要你建立五个或以上的团队啦，令到你有刁难你啦。但在 Live 入面呢，我们只是需要建立一只左脚同埋一只右脚两条 team 嘅啫。两条 team， 係啦 ,ok? 左脚右脚。好，而公司嘅制度呢就同其他公司唔同，其他公司呢就会设五至七代嘅限制啦，有好多嘅直销公司都咁嘅。但係在 Live 入面我哋係无限代嘅，係业绩共用的，即是说我现在有一万一千人，你觉得我 Susanna 两年怎可能识到一万一千人啊？不要说了，不可能啊，那一万个人就是我的团队的团队的团队，他们自己标出来，但是我都享受到他们这些的业绩分数成为我的循环对碰奖金。而这个业绩分数是无限代计算，即是说我一日不离开 Live， 这些人只会越来越多的。那我就可以可见的未来呢，你想想我有多开心，我有多光明，我现在已经每一个月挣，每一个星期都有几千元美金对碰奖金。如果我的组织我继续在 Live 保持住我活跃，继续去营运，你想想储多一年，再储多两年，再储多三年的结果是什么？我在 Live 入面见到很多前辈，他们讲紧做了十年、七年冇人走的，个原因是点解啊？因为这个业绩是累积的，只要你不走，你条团队继续有运作，你人是只会越来越多，咁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分数就越来越多，每个星期的对碰奖金，我有啲前辈同我讲的，每个星期一个钟头，佢已经做满了25,000元对碰奖金了，一个月净是对碰奖金出紧100,000元美金，请问你仲走唔走呢？唔走，系咪？一定唔走。OK， 好，咁好啦，无限代业绩共享呢、这个就系 Live 嘅吸引之处啦。好，另外好
公司好大方，冇国界。一般公司要你一个国家开一个户口，你先可以做嗰个国家嘅人啦，或者你嗰个国家点都要买少少产品啦，咁样啦，先至可以做到嗰个国家。否则你就系区域性嘅。但系喺 Liveway 唔同啦，我哋一个户口做到全球80个国家130几个城市。只要你在 Liveway 的平台去找到这个国家和城市的名字出来，即是说公司直接帮你寄货。如果那个平台找不到的地址，就是你要自己做多一步寄货给他咯，明白吗？所以其实呢，你是做到全球的生意。一个户口而已，我们每人只是实名登记一个户口。记住记住，重复登记同名同电话同电邮的呢，你个户口将会被公司 block 咗㗎。所以公司是严格要求大家只是开一个户口，或者一个名开一个户口。电话电邮绝对不能重复。电话电邮绝对不能重复，大家明唔明白 ?OK? 好。好啦，有四种奖金嘅收入方式。第一种零售户口。好啦，我哋逐样逐样讲。今日咧好详细，希望大家明白晒。OK， 好，零售嘅奖金收入即系乜嘢呢？零售价钱即系比我哋嘅会员价钱贵啲嘅。零售户口有第一次购买有90日嘅退款保障。零售户口价格买一包 X39 系149.95。而会员买一包 X39 嘅价钱呢系99.95，即系你赚几多钱呢？就系赚50蚊嘅差价。咁呢50蚊呢就会，如果你佢透过你嗰条零售户口连结咧，去购买产品去送佢去自己屋企嘅话咧，即系你个朋友，咁你就有50蚊美金噶啦。喺 Liveway 嘅业务上，我同你都唔使坐货，冇人需要买定啲产品然后去卖俾个朋友，系唔需要嘅。每一个朋友佢要买产品，一系你帮佢开个户口，佢如果冇信用卡，你咪帮佢碌埋卡，帮佢买埋，然后叫佢俾翻钱你咯。可以咁做 ，OK？ 咁好啦，第二样嘢就系你唔需要预先买定啲货去卖俾人赚差价，根本唔需要。Liveway 嘅系统系全网上嘅模式，我系喺澳洲，但我条团队喺香港、喺新加坡、喺马来西亚、喺台湾、喺加拿大、英国都有下线 ，OK？ 所以你只系需要俾条链接佢去购买，揿你条 link 落去。去买嘢就得噶啦，就系、是、淘宝咁咯 ，OK？ 网上购买好，其他嘅功能贴片，每包原价零售户口系79.95，但你如果佢同一张单同一时间买两包咧，就每一包系74.95。如果同一张单同一时间买三包功能贴片咧，就系69.95一包嘅。OK， 咁如果系咁，你得到咩报酬呢？佢买一包你有30蚊美金，佢买两包每包25蚊美金，佢买三包每包20蚊美金，呢、这个就系零售嘅差价啦。OK， 好啦，咁好多朋友都话啦，哦咁啊，咦咁贵啲喎，个朋友会唔会唔开心啊？系啦，梗系会啦，嗬！如果佢之后知道喂你赚佢钱差价咁大咧，佢会有唔开心嘅感觉。我哋尽量避免大家唔开心。好，佢完全冇做生意嘅动机嘅，佢只系想自己用产品嘅啫。佢已经系可能你会觉得佢啊，佢冇生意嘅动机噶。咁好，你可以叫佢用优选客户户口，就做一个自动转账。自动转账最少设三个月嘅啫。咁而咧，佢每包產品就可以同我哋一樣同等嘅價錢，會員價錢去購買。咁當佢用優選客户去購買嘅時候，佢每個月嘅訂單佢會固定去訂噶嘛。咁所以每一包嘅 X39 你賺20蚊。如果佢買一包功能貼片，你就賺20蚊。如果佢買兩包功能貼片，就每包10蚊。咁三包都系每包10蚊啦，就如此类推啦。咁如果我想个朋友佢可能第一次，因为有好多好保守嘅，佢话我第一次买贵啲唔紧要，咁我想试咗产品得唔得啫？咁如果买完第一次，你就要跟进佢啦，叫佢去选择拣优选户口啊，定系直接加入成为我哋分销商会员户口嘅。
反正分销商会员户口都冇你要求你一定要重新订几多，系咪？咁你就可以同佢选择第一包买咗一个贵啲嘅零售户口，保障佢90日有得退款。第二包开始，佢就拣究竟佢成为优选户口，定系成为我哋分销商会员户口去购买啦。OK， 你度明唔明白先？好，跟住落啦。我哋嘅推荐奖金啦，乜嘢系推荐奖金呢？就系、是、我哋介绍我哋嘅朋友加入成为分销商，即系我教你做埋呢个生意。好，大家朋友就会谂：哎呀，推荐佢入嚟做生意，佢会唔会唔识做？我又会唔会唔识教噶？咁梗系会啦，一开始我都唔识啦，冇人一开始会识。但系我哋可以点呢？我哋可以同步一齐去进行。你可以利用你嘅上线，即系我啦，同埋其他团队嘅 leader， 咁佢哋嘅知识去帮助你去做生意同埋去做 coaching。咁亦都我每个星期六会有而家嘅 Zoom， 你就俾条链接佢，叫佢入嚟自己听。如果佢有兴趣做业务，咁变咗就减少咗你哋去讲解。啱啱新速速嘅时候，边识得讲解得咁好呢？系咪？咁所以变咗咧，我哋就系用我哋上线嘅力量啦，然后咧就去帮助你推动你嘅业务。无论佢系想用产品，就去星期三嘅 Zoom； 想做生意，星期六个 Zoom。大家都系九点钟，我预设喺夜晚就方便大部分人都可以参与到，同埋可以自己查询到啦。好。咁究竟我哋嗰个产品系啲乜呢？我哋呢就系有同级去到钻石级，我哋唔会介绍人哋买入门级，因为入门级其实冇产品，只系开咗个户口喺度，有个平台嘅啫。所以我哋嘅真正嘅级别系由同级去到钻石级。每一个级别呢，当然买钻石级呢就越买越便宜啦，平均一包 H39 系$82.5嘅啫。咁而同级一包嘅X39 呢，是其实$99.95，仲有$25就是入门那个的平台费用的会员费用来的。咁当你去到买到银级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呢不需要那个会员费用啦。买金级就已经会送多一包那个Eon给你啦。咁白金钻石就越买越便宜啦。咁你加入同级至到钻石级都是一般会员。开始的时候没有信心，买个铜买包 X39 翻嚟试，有痛有发炎嘅朋友买 Eon 买 Ice Way 作为当一个铜级下，一包 X39 等于两包功能贴片，用呢个方法去自己选购自己嘅组合，所有贴片系可以随你心意自己拣同埋配搭嘅。好，咁我哋成为合作伙伴嘅条件只系加入其中一个。咁好啦，假設我已經加入咗，我而家有朋友想買產品喎，咁我點做啊？將你嗰條連結發放俾你嘅朋友，然後你個朋友透過你嘅連結去購買產品。咁購買產品，無論佢買金銀銅鑽石，全部你都會有直接嘅獎金收入。咁嗰個獎金收入係幾多咧？你售出一个铜有$15，一个银级有$50，一个金级有$100，一个白金有$150，而一个钻石是有$200嘅。咁只要你自己嘅职位系喺 senior director 以上，或者你自己加入钻石头14个星期，你介绍白金同钻石。是会获得额外奖金的，白金额外的奖金是$150，而钻石额外的奖金是$300，即是说介绍白金和钻石，你的职级不同，你收回来的奖金都会不同。而另外一个最快的方法收满奖金呢，就是加入钻石级，你首14个星期是等同于 Senior Director 那个职级，所以你会收足晒$500的美金奖金。好，现在我们进入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循环对碰奖金。循环对碰奖金这个我就是跟大家说，我其实是靠这个奖金吃饭的。
咁而呢个奖金咧，唔系喺你而家直接介绍个朋友身上攞嘅，而系成个组织系统，你明白，识得摆人，识得建立你自己个团队先。你嗰个 base 建立得好之后咧，行落去你嘅下线团队一齐用同一个方法行咧，你会见到个循环对碰奖金系源源不绝，越滚越多，系啦。咁好啦，究竟点样做对碰呢？循环对碰奖金，我哋就喺一个双轨制度下啦。你只系需要建立两个团队，一个团队就系左脚，另外一个团队咧就系右脚嘅。咁点样建立呢？循环对碰奖金嘅条件系有条件嘅，攞呢个奖金嘅条件最基本开始，你必须要自己消费满55分一个月，31日为止一个活跃期。拉威嘅制度系每31日计算，即系话过去31日你需要购买一包功能贴片啫，即系69.95啫，难唔难啊？唔难啊，嗬！即系你自己贴包 Eon 贴个 Energy Enhancer，你买一包 X39 已经多过啦，已经有77分噶啦。OK，好啦，然后你左右两边各自有一个你直接推荐嘅朋友，佢哋系同级已经得噶啦，即系佢哋每人买咗一包，同一个月。总之你自己活跃个户口，你计31日，你买嗰一日计算，而你嘅左边有一个朋友。又系同你一样系活跃咗，而佢啱啱加入嘅啫。而你右边又有一个，大家都系啱啱加入喺一个活跃期入边，咁你就合乎资格。而拉威嘅奖金系计算每个星期，香港时间每个星期一下昼2点开始，咁喺美国时间咧就系星期日嘅凌晨12点开始计算嘅。但系同香港相差10几个钟头，所以香港系计算喺下昼2点开始新嘅一个星期啦。OK，好啦。而第三个要求攞到循环对碰奖金咧，就系你嘅左边嘅团队累积咗660分，而右边嘅团队累积330分，是但一边都得噶。其实唔系分左右，总之你有一边。是有660分，另外一边有330分，而你符合的要求就是你自己户口活跃，左右各自有一个活跃的会员，你就能够拿到，而个分数累积了，你就能够拿到一次的对碰奖金$50。OK， 好了，咁即系点样样咧？嗱，呢个就是你的左脚同右脚，因为你的左脚右脚不是只是你一个运作噶嘛，你会介绍到新的朋友加入。而你的新朋友，他会继续有朋友加入的嘛？那当他有继续有朋友加入的时候，那你的组织是不是大家一起这样滚紧啊？一起这样累积紧啊？所以这些分数是不断去累积，只要你继续活跃，只要你继续你看得明你的生意，你继续保持你的户口活跃，然后邀请下朋友加入去买下产品试下用，那他们用了产品觉得好，他们又试下介绍给他身边的朋友，就是这样滚这些分回来的了。好，假设你的左脚有1500分的 BVPV， 即是什么 Business Volume 业务累积分数，而右脚有1000分，咁好啦，咁公司咧会自动喺该星期，如果你符合第一、第二个条件，咁好啦，佢会帮你先减咗第一次嘅对碰先。好，第一次嘅对碰奖金就系$50啦。好，就系、是、咁样减，咁剩翻840同埋670，仲可唔可以扣多一次咧？可以扣多一次。所以咧，第二次嘅对碰奖金就落嚟啦。咁咧就系、是、呢个嘅。扣咗1660同埋330之后，你剩翻嘅180同埋340咧，呢个系可以储起，留待下一个星期再对碰嘅。条件系只要你个户口系活跃嘅，呢、这个分数就可以一直储起啦。但系你个户口一唔活跃咧，呢啲咁嘅组织分数就会归零啦。所以保持活跃系好紧要。点样叫做保持活跃？就是每31日买个一包产品嘅啫。OK，
未用嘅分数系会累积到下一个礼拜嘅，咁而循环对碰奖金最高系25,000蚊每周，就系 Senior Presidential Director 啦，即系 SPD 嗰个职级，最高佢每星期系攞到25,000蚊嘅对碰奖金。咁好啦，呢个就系我哋每周循环对碰奖金嘅封顶啦。封顶即系咩呢？佢最多呢个职级喺嗰个星期最多可以攞呢个银码嘅啫。但是你想一想，当你开始的时候，你只是需要做一个 manager， 你最高的对碰奖金已经能够去到1500元是美金，一个月6000元对碰奖金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OK， 有4万多元港币的了。好，所以我会先教大家一开始去追一个 manager 来做先。那追这个 manager 呢，不是你自己开四个户口，千祈不要这样做。因为呢，我好希望我哋每人一个户口去运作。当你自己用唔同人嘅名嗰四个户口都系你自己去运作嘅时候，你发现行唔到，因为你同一时间唔整只顾自己左右添，嗰四个人嘅左右添你都要顾，咁你有几只脚要顾？你有10只脚要顾㗎啦，知唔知道？所以我哋每个人都系运作自己嘅户口，我哋真系邀请一啲看得明呢个生意嘅朋友一起加入，一起参与 Live 呢一个业务啦。好，我哋系无限代、无国界，因为每一个国家你开嘅线都系用你条连结嘅啫。咁所以咧，我哋嘅分数系无限往上嘅，即系话我哋团队越大，我哋留喺 Live 越耐，我哋累积到嘅分数系会越多。而只要我留喺度，我保持活跃，我哋下面嘅人继续运作嘅话，你会继续有对碰奖金，对碰嘅分数攞到，咁你就会继续可以每个星期做到对碰啦。好，咁而我哋嘅左脚右脚系无国界，我哋呢个平台系可以打造一个国际嘅业务嘅。咁我而家咧全球都有我嘅下线团队啦，同埋有我啲 fans 啦。咁我本书咧呢个嘅无约世界嘅贴片秘笈啦，吓咁咧我呢本贴片秘笈已经卖超过8000本啦。咁就都系唔同国家系同我订嘅。咁我每个话俾大家听，我真系冇谂过嘅喎，我一个无名无姓。即系唔系唔多人识嘅，但系我就喺 Live 入边咧，闯出咗自己一个业务，亦都咧系感觉到咧呢个业务系带俾我好大嘅安全感同好安心。尤其是当我更认真去了解个制度嘅时候咧，我最初唔系专注喺个业务上边，我系专注我点样帮人贴，所以我就做贴片秘笈啦，做好多唔同嘅 Zoom 系教人哋点样用。但系我去到而家呢个时间，其实我要教嘅应该教晒噶啦。而家我就发现，如果我能够帮助到每一个人都喺 Live 赚到钱，佢哋会继续持续免费用产品嘅话，我先系帮到佢哋最大嘅忙。所以我而家会专注喺呢个部分度教大家，有唔识教到你识。OK， 好，我唔会理你，你系我第几代，因为我好希望就每一个人你听得明白，入到嚟你自己 get 到几多，你自己 get。然后我哋亦都有组织，你可以问问题，因为当你明白嘅时候，你唔单止建立健康，你建立财富，你赚到钱，你可以帮到更加多人。我都有送贴片俾人嘅，所以我会送俾啲冇能力嘅家庭，尤其是一啲有病患嘅小朋友嗰啲，我好即系好扎心嘅。咁我哋当我哋有多余嘅时候，我哋就可以做多啲嘅贡献，所以赚到钱，我哋系有目的嘅。OK， 好。组织领导奖金究竟怎样拿的呢？一个组织的领导奖金，你下线的成功就是你的成功。你下线的成功，因为每一个人成功，他会制造到他自己户口的对碰奖金。而组织领袖奖金就是在基于你直接介绍的下线，他们再发展出来的下线，他们拿到的对碰奖金，你可以有一个分成，分到佢哋嘅对碰奖金，紧唔紧要啊 ？OK， 好，第一代你能够分到佢哋25%，而攞到领袖组织领袖奖金嘅条件系你必先系一个经理级，你需要符合嘅资格就系你系经理级，而你有110分，即系你要购买2包功能贴片，
或者一包 X39，一包普通贴片，个月咧31日内保持活跃110分，OK？而你左右两边各自有两个活跃嘅人级会员，即系你需要成为经理，咁咧你就可以攞到第一代嘅组织领袖奖金。好，而第二代嘅组织领袖奖金咧，就是、你可以获得佢哋个对碰奖金入边嘅20%。第一代系25%，第二代系20%。而你攞到第二代组织领袖奖金，你除咗需要成为一个活跃经理，你仲需要自己嘅对碰奖金攞到6次嘅对碰奖金。好，而第三代嘅组织领袖奖金咧，就你自己必须要系有110分，系一个活跃嘅经理，而你左右两边脚系需要有3个活跃嘅人喺当中，你先至能够符合资格。仲有你自己需要嗰个星期系有10次嘅对碰吓，咁左右各一个可以攞到第二代领导奖金嘅人，你就可以攞埋第三代啦。因为第三代系越嚟越多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其实 suppose 佢哋会发展落去咧，系越嚟越累积多人嘅。咁第三代你都系可以攞到佢哋嘅对碰奖金入边嘅20% 作为你嘅组织领袖奖金。头先我讲咗啦，我主要嘅收入来源咧系循环嘅对碰奖金同埋组织领袖嘅奖金，咁系攞三代嘅啫吓，组织奖金。好，组织领袖奖金好似呢一个图表啦。我咧我系有个领导嘅奖金，第一代假设阿 Jo。佢個户口攞到400美金嘅對碰獎金，咁我可以攞到幾多咧？我就攞到25%，即係我會攞到100蚊。好，咁而我第二代有阿 May，阿 May 好勁啊！今個星期做咗有1000蚊嘅對碰獎金，咁我可以攞到佢幾多咧？我就喺呢個户口入邊，公司會發俾我200蚊美金嘅對碰獎金，就多謝我去經營、去運作呢個團隊，去帶領佢哋啦。OK，好，第三代假設阿 John 佢咧就揾到600蚊，咁我喺阿 John 呢一個户口入邊咧，我就額外攞到120蚊啦。其實我每個星期就係執豆咁執啦，就係少少少少少少，但係當你個組織越大嘅時候，你呢啲豆就好好執噶啦，明白嘛？咁咧最後個結果就係呢個組織總共呢個星期就攞到420蚊咯。如果我得呢三個人嘅話，OK，但係當然我哋嘅組織一路發展落去，只会越嚟越大嘅啫，最紧要就系你继续喺呢个业务上边经营，认真去了解，你就会发现系越嚟越多噶。好，跟住而家我就要教你哋设定你哋自己嘅目标啦。究竟你想赚几多钱先？你想每一日赚50蚊美金啊？每日赚500蚊美金啊？定系每日赚5000蚊美金先？我哋其实咧系有一个经过验证嘅系统，可以帮到你达成以上嘅目标。咁睇下你自己定咗你嘅目标，你系想每一日赚几多钱先？然后我就教你呢一个系统点样可以成功做到呢件事啦。OK，好，首先我哋最大嘅回报途径咧，就系用咩咧？就系用呢一个嘅加入钻石。而家我就同你讲一个捷径。我开始嘅时候咧，我自己系一个业务嘅老板啦。我身边识到好多唔同嘅做生意嘅朋友。咁对于做生意嘅朋友，一个钻石套装1600蚊，根本就唔系钱，折翻港币12800蚊港币嘅啫。当一个投资做一门生意12800蚊，舍唔舍得俾啊？喂，铺租、人工、装修都唔止12800蚊啦。更何况你话系一个生意机即会系大咗一只枪嘅，即好系大咗一只枪嘅。OK，阿 Ava 个声咁开心啊，一听到 OK，好，好大家嘅，咦，我住。你食两嚿嘢。阿 Ava，麻烦你熄翻声啊，因为我而家帮你熄咗，不过唔好开翻。OK，好，等我删咗先。
唔俾大家自行解除静音，因为有啲嘈。OK， 好，最大嘅回报就系钻石，点解呢？因为你喺钻石加入嘅时候，你直接头14个星期，你会有资深董事嘅资格。好，咁我哋而家我就做咗呢个表俾大家睇啦。如果你成为一个钻石，你加入嘅时候系$16,000，即系1280蚊港币啦。咁好啦，你介绍身边嘅朋友，大家全部都落去入钻石户口嘅。假设我每一日介绍一个啦，吓，咁你六日介绍咗6个都系钻石，然后你将佢哋分两边，3个摆左边，3个摆右边，净系呢六个钻石户口。左右你会各自拿到$1,500的直接推荐奖金，两边加埋就是总共你拿到$3,000了，因为一个是$500，那我们呢每边三个呢就是总共呢就是有$3,000了。 okay， 我那个 iPod 没有电，我先收回来。 okay， 听到了，我左边三个放右边，点解要咁做呢？因为我哋嘅组织系左右团队，我哋开始建立嘅时候要强化我哋两边嘅基础，两边都要有人，两边都要凑嘅。OK， 好啦，而你总共咧呢一个组织嘅奖金，你系获得$3,000嘅组织奖，那个直接推荐奖金。咁而循环对碰奖金，在第一個禮拜你會拿到$50，因為我們計算就是計什麼330分和660分。那你計算一個鑽石戶口390分，那三個的鑽石戶口呢就等於呢多少錢呢？就等於呢1170元。咁好啦，呢一度$1,170咧就可以做到一次對碰先。咁好啦，但係剩翻嘅分數係可以滾存嘅噃。咁當你嘅團隊複製你做呢個鑽石途徑，大家都係自己加入鑽石，話俾大家聽呢個生意嘅模式。你加入三個鑽石，基本上你嗰個套裝已經停手啦，因為你三個鑽石係$1,500，你賺翻啦。OK， 第四個鑽石你已經賺$400啦。咁呢度咧就係你已經係成本歸回，仲有$1,450攞翻啦。OK， 明白嗎？第一個禮拜已經可以做到啦。咁當然我哋要令到我哋嘅朋友都明白，同埋都信任你啦。咁大家都明白呢個係真實嘅，唔係玩嘅，係真係係一個生意模式嚟嘅。當然貼片係好有用，可以幫咗人。另外亦都有啲朋友就諗，喂，我點樣建立生意最快呢？好，咁我哋嘅獎金係每個禮拜發放，而且係持續發放。我想話俾大家聽，我加入的时候我都是直接加入钻石，因为我当初就想我想试晒所有产品，所以我买一套钻石。同埋我一想就想到，不只是我自己用，我自己还有爸妈他们会用。那好啦，那我开始加入的时候我自己加入钻石，我再找我身边的朋友呢，他们问我买什么，我就告诉他我买了个钻石，因为我想着试晒所有产品。那我的朋友群他们很多都是做生意，他们觉得12800元不是什么钱。因为对他们来说，做生意租个铺头只是做下装修都不止的。那好啦，那他们都大部分装钻石。那我第一个礼拜我的奖金只是介绍人奖金是$7,000，第一个星期。第一个星期。那而我还有的对碰奖金我是另外有$400多，因为我第一个星期我的下线在我介绍完给他之后，他立刻找其他朋友加入。所以我在第一日介绍给人的时候，我第一日就做了经理，第二日就做了董事了。就是这样了。那其实我是无啦啦，因为我介绍了给他们，他们再介绍了给人。所以他们很快我就已经推了我上去董事的位置，第二日我就做了董事了。好，那另外如果你说，哇， Susanna， 你做开生意，你認识这么多人，
你啲朋友信你啫，喂，但系我身边冇咁多朋友喎。咁啱啱我介绍俾大家呢一个系最大回报，同埋最成个回报系大家一齐，只要我哋一齐行玩呢个游戏，大家都入钻石嘅时候，而我介绍俾身边嘅朋友都系入钻石，佢哋好快自己回咗本。咁当佢回咗本之后，呢班嘅朋友会唔会继续玩啊？一定会。因为他会知道这个生意是真的，是真的有一个很大的回报在当中。更何况 LiveWay 的贴片在任何市场都是新的，因为 X39 只是19年才推出，2021年才去到香港，2021年才去新加坡，还有些亚太区国家根本都未开发，所以现在是一个南海的生意。你基本上介绍给哪个佢都未食，佢都唔知系乜 ，OK？ 好，但系如果你话啊，我冇咁多朋友，我啲朋友亦都哇使几蚊好大，好似食咗佢只居咁样样嘅，我唔够胆同佢讲喎。好，我哋有一个最快捷又经济嘅方法，呢、这个就最快捷又经济，你可以搵到好多人，佢都愿意加入。我想问，如果话俾你听经营一盘生意，你投资4000蚊港币可以开始嘅。有冇人唔愿意先？4000蚊买一个希望同买一个机会 ，OK， 买马都买咗佢啦，系咪 ？OK， 就系用一个金套装去加入 Gold Rush， 加入金嘅套装系一个好快捷，同埋冇乜人会拒绝你嘅方案，因为只系港币4000蚊嘅啫。OK， 咁好啦，$500会创造咗一个乜嘢嘅机会呢？$500，同樣地，你都係介紹6個朋友加入先。咁我哋咧係會建立更加多嘅團隊成員，因為入門檻低，所以大部分人包括清潔阿嬸都可以攞到出嚟嘅錢，就係4000蚊。OK， 好，咁我哋加入一個金，就你會有$100，而你三個放咗，三個放右呢度已經回咗本啦，$600噶啦。OK， 我而家係教大家一個即刻回本嘅方法，而你教到你嘅朋友，你朋友又即刻回本，大家都快啲回曬本，又可以用產品，你覺得開唔開心先 ？OK， 首先滿足咗好短視嘅開心咗先，回咗本先。OK， 好，然後點樣樣做呢？你總計攞到$600係一個嘅直接推薦嘅獎金。另外你循環對碰亦都係攞到第一週$50啦，因為一個金套裝係275分，乘翻三一邊三個，即係每邊825分，你都可以做到一次嘅對碰獎金啦。咁好啦，我哋因為金嘅套裝銀碼低，好容易複製。OK， 是很容易複製，然後他們賺了錢，你再叫他們用賺了的錢去 upgrade 去白金，再賺了錢再 upgrade 去鑽石，你覺得人家會不會拒絕你呢？不會了，因為他那裡是賺回來的了。 OK， 好了，而你只是需要教每一個朋友用這個方法去複製6個6個，你不斷找每邊3個3個這樣擺，你就是平均這樣兩邊擺一下咯。那保持你所有的下線都活躍，怎樣叫保持下線活躍？真的要跟他們說對碰獎金的好處，只要你是保持活躍，你今天不做生意，明天不做生意，下個月不做生意，但是当你贴片用好了，在你身上，在你朋友身上有奇迹的康复的时候，你会忍不住去的同人家分享。这个同人家分享不就是生意的开始咯。所以他保持了个户口活跃了先，即是一个月买一包产品去保持个户口活跃着，然后将这些的分数储起他，再慢慢想你是不是经营。明唔明白？好，咁而我哋呢一个奖金，只要你保持活跃，只要你教到你嘅团队入嚟了解，仲要唔使你自己讲，听我讲又好，听其他团队 leader 讲都好，我哋有英文、有国语、有中文。好，咁佢哋可以入唔同嘅时段去听佢哋中意嘅语言，然后佢哋去经营自己嘅团队。我哋用咁嘅方式去帮大家。咁只要呢个加入金咧，其实真的没人会拒绝的。咁然后亦都系有一个生意嘅机会喺当中，而你嘅组织系会建立得好快，同埋好阔好多人，
因为大家比得起。好啦，咁首先我哋点样赚钱呢？大家点样赚钱呢？赚钱不外乎四个方案。第一，自己去打工，打一份工，你用时间去换钱，因为你卖咗自己俾你个老细。OK， 咁你系冇杠杆嘅，你翻几多个钟做几多嘢，咁有啲工作可能有 commission， 但系好多工作都系固定一份人工嘅。OK， 咁所以咧，你自己就系有份工，但系你个收入系有限钱，因为你有限时间。OK， 好啦，第二个方案就系你 create 咗一间公司。细型的公司俾自己打工，我以前就系咁啦，我就做雇佣中心，其实咧好似做老板，其实只不过系自己开咗间公司俾自己去打工，吓叫做有一个好好嘅台型，就叫做自己都系老细，但系其实自己做到只狗咁啊，倒垃圾又系你，乜鬼都系你。后来发现做呢个细公司嘅老板，其实辛苦过打工，因为冇得休息。好，呢个咧就系我系有一间公司。但是我间公司是换多了少少钱，但是我真的没晒啲时间。如果我不翻工，我不去做的话呢，分分钟我是没收入的。咁所以呢，呢、这个自己嘅 self-employed 嘅公司呢，是真係餐稳餐食餐餐清的。OK， 亦都是冇杠杆嘅。OK， 有冇人都系做緊小公司呀，即自己打緊自己工嗰啲啊 ，OK， 好辛苦噶，其實嚇。好，當我哋有錢啦，我哋可以投資將間公司變大啲，請人翻嚟做啦。請人翻嚟做就係你開始有一個系統，而你能夠有錢請人去幫你做嘢，你揾到錢啦。嗱，呢個咧就真正老闆喺呢一個位置出現啦。就是他用系统、用制度同埋请人去做啦。咁当然你投资嘅金钱就係要多啲啦，但係你有杠杆嘅。因为当你投资得多，多人帮你做嘢嘅时候，你嘅回报自然会多。所以有好多 franchise 啊，有好多嘅公司老板，佢业务发展越多，佢同多啲人合作，佢亦都请多啲人，咁佢呢度就有个杠杆，就是、人哋帮你搵钱。但係这一个部分就是你首先自己要投入多一点钱的。OK? 好。第四个模式怎样赚钱呢，就是 money work for you。我已经赚到很多钱，我用钱再去搵钱。或者我含住金锁匙出世，阿老豆是银行，我随意按完之后我就去炒下基金，炒下乜。用钱搵钱，制造一个 passive income 啦。咁这个亦都是真正的 income。但是现在我想介绍你的方案就是你不用投资很多钱，你只是4000元起动港币，同埋或者是最多都是12800元，你蚀晒都是12800，不过你有19包贴换返嘅 ,ok? 好，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嘅，唔觉意地所有病冇咗嘅 ,ok? 好， Lightway 嘅业务系边个位置呢？ Lightway我哋会有系统嚟帮助你，我哋会有策略嚟协助你，我哋亦都有领导者嚟跟进你。如果你话喂，我个上线真系唔 follow 我嘅 Susanna， 我都佢自己都一头雾水，咁点咧？咁咪入嚟 Zoom 度，逢星期六9点一齐学咯，揿个掣啫嘛，7788992288呢个就系 Zoom link 啦。咁你冇人阻止到你學習嘅。我開始嘅時候，我嘅上線係 Gino， 佢係馬來西亞團隊。咁我最初聽國語，我聽到一嚿嚿嘅。咁同埋咧，我真係好認真去睇唔同嘅片，去揾啲外國片睇下 Gino 嘅片，佢點樣做開始。我越嚟就取長補短嚇。咁我亦都咧係去參考好多，我嘥好多時間去揾資料嘅嚇。首先睇下個貼片得唔得先啦。我唔係好在乎生意得唔得，反而我就嗰件產品得唔得，係咪真係幫到人？只要件產品係幫到人，係有功效嘅產品，自己會說話，呢個係真嘅。如果我而家今日教緊你呢啲系統，我哋賣緊一件垃圾嘅話，千祈唔好嚟參與。因为我哋做緊一个好无良嘅角色，我哋就做緊一个呢金钱游戏。
OK， 但是我们不是，我们产品是 work 的。然后我替过一个好的制度，一个好的系统，还有一个有心有力的 leader 去带领大家，去让我们这件事是事半功倍。OK， 好，你投资的金钱是有限，投资的时间都有限，因为大部分东西我已经做了，我们的团队 leader 都做了。不懂用贴片的买本贴片秘笈，不懂用制度的看 YouTube 片，星期六入来 Zoom 就是这样。但是你有机会获得无限的收入，只是每个星期投放两个钟头去了解。一个钟头星期三晚九点，一个钟头就是星期六现在这个时间九点。OK， 好，当你建立你的团队，你的团队一起跟你一起运作，他们每一个人都听得明，听得明这个制度，明白怎样去赚到钱，然后一起建立这个被动收入网呢，你的团队呢就不得了了。你就可以好像我这样，其实我做了三个月已经坐在这里收对碰奖金，但我最初其实我真的很勤力，好努力，逐个逐个打电话两个钟头去解释，因为我的产品在我身上有效果。我没有跟人家讲过生意，我只是告诉他叫他试用产品而已。当产品得的时候，那些人自动地动起来。 OK， 好，你让你所有的客线知道 Lightway 有生意的模式的部分，这个很重要。我最初都没有做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跟人家讲生意讲钱，哇，好沉压式，我不想，我不想一开始的时候人家为了赚钱而用 Lightway。 我是希望他们明白，是帮助到他们自己才去用 Lightway。 我是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你会见到我所有的影片最初没什么讲生意，全部我没什么讲。但是我现在很明白到，原来是两样东西要一起行的。因为那个人又用得好贴片，又同时赚到钱的时候，他们的开心是成不是两倍，是三倍十倍这样上的。所以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我要帮助你健康，同样帮助你的荷包。好，你只要跟进这个组织的系统，你就会令到你的团队起飞，而大家一起有更高更远更大的目标。我们可以帮助到很多人，包括我们可以针对一些老人家，包括我们可以针对一些智障人士，包括我们亦都可以针对一些的、有困难的家庭。 OK， 好，拉尾的位置了，就是可以完结的了。现在线路不稳定啊。 OK， 好，其实未来很多人都网络突然间很稳定啊，不好意思。好，我们的拉尾的制度就是这个位置了，就是你同时可以用很少的时间，但你有很大的回报，因为我们是会制造一个组织一起出来去建立，同埋只要你明白到这个对抗奖金的拉尾，你将会出现不同的结果的。重点就是这个位置了，你每个月最多投资$125的美金，保持活跃，这个就是经理级以上的110分，所以你每个月最多是投资$125美金，而经营一盘带给你每个星期超过1000元甚至更过万元的美元的生意，你们有没有投资呢？我就大家买了金套装，为了之后你们有没有投资呢？那你们有没有企图的位置在上面先收到这个电影，所以呢看到了很不好意思，recording in progress。不好意思啊，因为我的电脑突然间没电了，然后就按开了在这里。想问大家，刚才我说现在听到吗？我看看先啊。
你先啊，我想。